论粗细，装叉不论顺序。我是你的教练杨晨大神。首先教你们基础的，怎么当好这个发多球的这个基础工作。如果你没看的话，我建议你去微信公众号杨大神去看一下昨天内容。那么今天呢，还是一样的高阶的一个多球训练方法。其实就分两种啊，一个是下手发多球和上手发多球。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速度要快。那怎么要速度快呢？那这个时候你需要找一个好朋友来协助你帮你递球。如果自己拿的话，速度不够快，一个人递球，我发球，他来练，三个人刚好可以做个循环，对吧？那这样也有足够充足的休息时间。如果你只要不是一个傻子，做人有问题的话，我觉得找两个好兄弟一起训练，这个是非常容易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就一个发，一个练，一个递球，然后你们做轮转嘛。我发完我去练，他过来递球，然后他来发，大家做个轮转，大家都能练得到，对吧？多好，一起进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就要发一个下手的一个。让他来封网的一个球，那我们需要找一个凳子，好，来往前封网。那这个时候的速度就要快一点了。地球，你看怎么地比较好？你看有的人，你看他这样地，地到手里面，对吧？这样发，这样发，对吧？他每个人习惯的不一样，这个也需要给你沟通。好，你就这样地啊，每个球地到我手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对。好 ，OK， 非常好。好，这是我习惯的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的？你可以跟你的训练搭档去沟通，对吧？好，拿好之后，我们进入了发球阶段。这个球传递是很快的，来走，对，上，很好，上。对，很好，很好，来递快一点，嗯，对，很好，看见没有？这个就非常好。然后这个是下手的，我们发对方封网的。那对方他除了封网的，还有下手的防守训练。那这个时候，我们再把这个我们的训练的东西往前拉。来走，那我们来往前来发他的后场防守，对吧？那这个也是一样的。那注意这个有个细节啊，你把这个球传递在手上的时候，你不要扔，他扔他在天上会转，你扔他很容易打呲。怎么样不会打呲？你拿到手之后，你往你的拍面上扔，他自然不会打呲。看我，他把球递给我，对不对？我扔过来，扔，他就不会打呲，每一个都会打准。但是如果你抛过来，就很容易打呲，因为这。抛过来是天空，它会球上转，你不好找那个点，所以说你在发网前你要记住啊，它一定是要扔扔，看见没有？扔扔，左手要用力，你不能左手去抛抛，就很容易打呲，懂不懂？来看我怎么发，来开始，来防守，打打，很好，脚不要移动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啊，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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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很好，很好，对，很好，不错。你看这个是不是就可以练一些我们下手的，不管防守也好，追射也好，都可以通过这个训练配合你的搭档来进行训练。重点你要知道啊，要有人递球是往你拍子上扔啊，你不能够丢，丢就会打呲，球会乱跑。这一个下手一个上手，如果你能把这学会，那你相信我，你一定是一个很负责的搭档，因为这个是服务别人的。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服务别人的一个好人嘛，对吧？我用的均衡之刃啊，99块钱只要，然后并且这是我的微信啊，截屏扫码成为我的好友，你一定会有很多羽毛球相关的收获，相信我，一定会有。哪怕没有，我能够和各位成为点赞之交，我也挺开心的。说实话，谢谢各位的支持。